所谓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用之有度，取之有道以示不易，首要条件必须是堂堂正正，用之有度更是难得。常言都说由俭入奢易，中华文化传统不是讲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吗？俭之于人，无论穷达都是美德，能守住初心真的很了不起。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肖战的模仿者和资本企图复制他，也跟着学爱财打工人的人设，却无法达到一样效果的原因。他们连外形都模仿得不伦不类，一笑大方，更别提内在了，简直是东施效颦。现在的肖战是脱离了温饱和物质需求，正在追求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的最上层，实现自我价值。他在进化，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审美的提升。他真的没有什么世俗的欲望，更多的像是一个苦行僧，在追寻自己心中的净土。他是一个高级的人。肖战祝你在这声色犬马的世界里永远保持清澈。